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次玩呢个时空之门啦，最新呢个地狱级啦。咁我哋打过，但多数我系攞 B 嘅，我系未攞到 A 啊。咁啊，睇下今场可唔可以攞到 A，因为佢任务要攞 A 先解到啊。咁啊，第一关好特别嘅，其实你可以储技嘅选择，咁啊，尽量就储一粒，即系储多啲精华石，或者最好储到钻石就最 good 啦。即系佢第一关得火嗰只系或者风嗰只有时得一弯啦，其实嗰只啫喱系冇咁快出招，咁你可以用呢关储技。OK，咁我今次带个队就系呢个堕天啦，水堕天就太劲啦，实在基本上真系暂时我觉得全 game 大力吉就系唔小心杀晒。基本上水堕天就我觉得系暂时最劲嘅一只宠嚟，暂时喺呢个台板，即系根本系得台板啦，当然。嗱，呢关麻烦就系左边嗰只要10个风嘅盾先可以杀到啊，系啦，咁所以有啲麻有啲难度啊，对其他属性嘅队。咁右边嘅天狗就降呢个基础时间。嗱，咁佢会提你啊，剩翻7个盾、3个盾先至破到啦。咁我建议系打咗天狗嗰只先嘅，天狗先。系啦，你照 lock 住天狗先，因为其实佢哋好少血嘅。如果你破到盾嘅话，有60倍，5至60倍，基本上咪60倍啦。哎呀，怪讲嘅，60倍到就应该120倍杀晒啦，系啦。咁你其实你 lock 天狗系保险嘅啫，其实嘅基本上你有，你只要烧到10个盾嘅话，基本上两只一定死嘅。咁啊，就算你烧唔到10个风盾，你起码杀咗只天狗。咁其实系买个保险嘅啫，你 lock 住天狗先。嗱，呢只嘢冇乜难度嘅，应该你80倍至100倍就杀到啦。我睇一睇先，话冇水石喎，兄弟。咁啊，尽量做一啲 combo 出嚟先啦。哇，佢真系断技断到咁嘅地步。咁啊，风水堕天要3组水啊嘛，好似先至有2.5倍。咁其实好易啊，正常嚟讲都应该冇乜障碍噶啦。留一留粒心先啦，如果留到，其实我成日都留唔到个心，因为都唔得闲整走152。其实好轻松啊，整到好高倍率嘅用水堕天，咁啊配埋北欧神就更加劲啦。第4关啦，第四关都系嗱，第四关好麻烦，降4回合呢个回复力啊，呢个系影响到下一关嘅。咁啊正常情况下应该一波带走啦，可以，咁有80倍到都 OK 啦。佢又断水，有冇搞错？OK，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你水队嚟讲，即系你嗰只色嘅队，你就拉翻嗰只色嘅最好嘅。只要你嘅手够快，你唔断嗰个 chain 嘅话，其实我觉得系狂拉水冇问题嘅。系啦，你整其他啲 combo 系多余，我觉得即系水嘅配率系最大。当然前提啊，你手要够快啊，你一定要唔可以断连锁。系啦，17连锁死，拜拜啦。咁啊，最大效率嘅啦，基本上水队就拉翻水咯，好简单。但系你一定要手速够快。嗱，呢关系好麻烦嘅。下低嘅哥布林280万防，我未试过破到啦，我觉得系破唔到防，除非你几千倍嗰啲啦。咁我一定要磨啦呢关啦。咁啊，点解要带水堕天就有用喺度？佢就虽然佢回得唔多，但好嘅磨。拉唔走，心晒咗。咁呢个尽量做 combo 啦，因为你下一关就打王噶啦，做多啲钻石出嚟啦。呢度一定要磨3个回合，我暂时未揾到个方法，即系除非你破盾啊啫。如果唔系，我真系唔知点样爆佢咗280万血啦。OK，咁啊 combo 最大化。OK，系啦，廿一餐应该200倍到啦呢度，哇，得170。咁你都系唔使旨意破到防嘅，系啦，唔使旨意嘅。咁佢每弯扣你30% 血，系啦，即系6000几啦，我呢度。咁所以系一定要磨啦，呢度就用水天磨啦。嗱，其实可以唔开水天技都得嘅，不过就稳阵啲啦，咁样回。即系佢上关降咗我个回复力嘅关，所以其实回得唔多啊，暂时都系拉错晒，算啦，OK，再磨，OK，咁啊应该打多一弯就搞掂啦，有个心珠。呢度睇下点，咁都系拉翻，哎呀，救命啊！喂，唔好啊，救命啊！好惨，呢个石一拉错一下就好容易成组错晒，因为
狂手殘啊！咁喺度整哇大鑊啦，夠鐘啊！唉，好混亂啊，拉到後面嗰度嗱，兩個鑽石就後面嗰只黃勁麻煩，我好憎打嗰啲咩阻礙石啊、炸彈嗰啲，我真係唔識打講真。咁啊，睇下點啦。而家兩粒鑽石應該整唔到 FIFA， 係啦，因為唔夠整 FIFA。嗱，咁有兩個打法啦，上網教佢，一係就教你唔好拉技能，唔好拉精華石，直接做 FIFA。但係而家我咁樣得兩個係一定整唔到，以我經驗係一定整唔到噶啦。咁我建議留，我建議就其他石就唔好拉，唯有鑽石先拉，係啦，起碼就算佢出都係搏佢出一個啫，都係係啦，淨係拉鑽石，我打法就係應該都夠做。救命啊！喂，唔好退血，大鑊，炸彈大鑊。嗱，一定要留翻一萬血啦，因為佢嗰個攻擊係有一萬嘅。嗱，佢跌呢啲負面石反而冇乜影響啦。OK， 96倍秒唔到，一定秒唔到。危險喎、啊！喂，十兵位開到 ，OK， 十兵位開嘅。哇！呢個逼，等先，分開兩組啦，係分開兩組啦。OK。嗱，呢度真係非必要事，我都唔想拉喎，正話石。喂，快啲啊！哎呀，佢應該做得，佢應該整得切嗰個金啊，大佬。OK， 鑽石，哇，捱到一下，哎，拉唔切粒鑽石，手忙腳亂60，喂，殺唔殺到？60倍殺啦！搞掂。嗱，唔好怪佢點解咁激動，因為佢唔死我死。靚，話應該都冇計啊！依個最快速度啊，除非我一彎秒嗰隻王，如果唔係咁樣，應該係最快。其實可以一彎秒王，其實係第一關打得唔靚。如果200倍嘅話，係即刻秒到可以。OK， 睇下攞咩 grade 啦。正啊，有嗰隻巫術可以練。哇 ，S yeah，woohoo，S， 哇，正！我諗住攞 A 解任啊，竟然 S 到，超正！哇，好開心。好有成功感啊！的確有啲成功感。第一次攞，第一次由 B 跳到 S 啊，咁啊解咗任啦，咁啊搞掂。其實唔但我而家都打咗好多場嘅呢個，其實就唔算難打啦。即係我覺得就但都係有機會炒嘅，的確，因為就美皇真係好麻煩，同埋中間回血嗰啲手段比較少啊，係啦。反而入皇前嗰一關就一定要最好盡量磨返滿寒血係滿嘅先入皇關，因為如果唔係你最少要捱到皇一下，即係要最少有一萬血，如果唔係一下都捱唔到你係 PK 㗎啦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次我哋嚟到呢度先啦，咁啊，下次見，拜拜。